我在厕所直叫人啊。起床吧。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变成小僵尸了。真的，我现在做的梦特别有深度。梦到我变成一个小僵尸，然后梦到了我生前最爱的女人，对，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。已经这么乱了，你说这个床还怎么让我弄乱？就是没睡醒，没人叫醒。袜子破了，穿呢？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平时自己在家里面打打也就算了，有上衣在这儿呢。现在都中午12点了，你还没出门？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。我这个小手机真的是太坚韧了，我要学习它这种坚韧的品质。真不要脸！我给大家送给大家讲，这是我粉丝送给我的，这是我们一年前刚来的，这是我粉丝送给我的，一年前刚来的时候，这是我粉丝送给我的，就是这个。我说，哎，
这谁给你的呀，小弟？他说我自己做的。然后别人一看啊，小弟你真帅啊，这个照片靠这儿。然后他心机乐什么，每趟就是每次一来认证，他就会抱着这个抱枕。老师，但可惜现在搬到了这种小地方，就只能把这个放到他床上，也再也没人问津过。